新北市劳工局和大专院校合作办理校园征才的活动，第一场在淡江大学举办，现场邀请了94家知名的企业和校友厂商，提供超过3000个职缺，希望厂商和求职者都能够满载而归。为了协助即将踏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都可以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，新北市劳工局和大专院校合作办理校园征才活动，第一场在淡江大学举办。多年来啊，由于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啊选择本校啊共同举办，啊，实际上已经啊造福了非常多的青年与民众。那当然，本校更是受惠良多啊。那非常多的应届毕业生啊，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啊面试以及投资履历，啊，所以我们啊在此要特别感谢啊新北市政府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特别来到会场，除了帮求职者加油打气，鼓励他们把握现场面试累积经验，也感谢现场的厂商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其实新北市在这个部分里面，我一直希望能够透过市政府的力量，跟我们的校园的就业都能够做一个借鉴的平台，不仅在淡江，在新北市的各地的校园，甚至包括高中的毕业生，我们都能够透过就业博览会来让大家更多的选择机会。今年度3月到5月期间，市府将和8所大专院校合作办理，提供企业、青年和学校三方交流的管道。接下来3月24号在辅仁大学还有一场，欢迎应届毕业生踊跃参加。记者沈仲林、景瑜淡水采访报道。